要小米辣，一点小米辣。今天成都可以，今天成都最高温度33度，这会儿32度，哇，太热了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西西啊，真的是越热越想吃火锅。今天带大家去吃一家火锅，听说他们家黄喉特别好吃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黄喉嘞，我可爱吃黄喉了，有没有爱吃黄喉的？点菜，你们家有个黄喉是不是特别好吃？对，黄喉特别好。这招牌黄喉嘛，是吧？招牌黄喉，然后那也是我招牌，可以、啊。我们可以来两份，我很爱吃黄喉。最近出了几款新品，就是鱿鱼，然后还有这个鹅肝虾滑。对，然后还有个鱿鱼。鳝鱼为什么没有标红？没标红不点。你看，哦，限量的。好，鹅肝虾滑、瓦片鱿鱼、椒麻牛舌。你刚说有个鹅肠吗？鹅肠在上面是它第五份，精品鹅肠。你在考验我。千层肚的来一个，吊龙勺粉，我们要一个红锅的大锅吧，因为我们人多。就在这边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我们点了他们家的两份特色黄喉，我们先吃黄喉吧，忍不了了，然后再把这个鳝鱼给煮了。哦，这个黄喉真的好大一片呐，我太爱吃黄喉了，嘎嘣脆。啊，我吃不了添调料啊。哎，咱们家的蘸酱没有辣椒是吧？好吧，要小米辣，一点小米辣。嗯，再要一点，再要一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非常可以。没有小米辣的蘸碟是没有灵魂的。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哦，哎呦，流口水了已经。嗯，最爽，黄喉，这黄喉超大片呢。有的黄喉看着一大片，煮着煮着就缩水了，但这个没有啊。嗯，好脆啊，这黄喉太脆了。成都这边真的哎，炒黄喉，炒烧脆，吃兔肾，吃天梯，奇奇怪怪。果然火锅是最适合我的。吃了这个，我就想着有个冒鸭肠，你们知不知道冒鸭肠啊？成都还有冒烤鸭，这两天你们都艾特我去吃那个冒烤鸭。嗯，你别说，掺着豆芽更好吃，口感更丰富一点。咱们家汤底还挺鲜的，嗯，好吃啊！来，我们尝一下它这个鹅肠，极力推荐的。我蘸干碟吧，这个哇，真的更有口感一点，更爽脆一点。也就鹅肠要自己过瘾一些的，它要是要过瘾一点，主要是我吃了好几次那个鸭肠都被噎着了。哎，对，你们有没有吃鸭肠被噎着过的？我经常吃鸭肠被噎着，就是我这个上面的还没有咽下去，这段已经咽下去了，但是它又不断啊！你们想象一下，我经常被噎着。你们来的时候也一定要两个碟哦，一个油碟，一个干碟。我去，我们下他们家这个广扇吧，用公筷扇。你感觉都是现杀现宰的。有吃过广扇的吗？吃个鱿鱼，我第一次吃火锅煮鱿鱼。嗯，很嫩哎。我想要喝那种，哇，爽！我们连下几盘菜啊。这个是刚刚那哥哥推荐的水酥肉，其实真的，外婆，是你做的滑肉啊，放到火锅里了。把这个肉也下进去。我真的很少见到这边的店有这种吊龙哎，一般只有潮汕火锅才有这种实实在在的肉。有没有爱大口吃肉的，就要点这种吊龙。滴了半天，终于滴了一个黄鳝，果然很滑溜。这个东西一定要蘸油点吧，把这个小米辣，哎，裹一裹。可以，好吃，好嫩啊！我还想再吃个黄鳝，这个黄鳝它是把骨头都去掉的呀，黄鳝只有一条骨头。嗯，